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中秋节礼盒当中有什么样的内容物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非常丰富。对，那首先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款就是我们的花月典藏礼盒。那凯西有看到，这是我们也是很好吃的。没错，杏仁千层酥，哇，这个口感咬下去也是很适合当下午茶点心。是是，然后再来呢，还有我们老顾客最爱的，你最喜欢的，你可以来帮我们看一下。但是这个什么？这是抹茶。抹茶 QC， 对，真的，我本身很喜欢里面就是有抹吉，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非常有层次，就是外面咬下来很绵密，里面却有抹吉的口感。哇，大家等一下，可能听着听着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们待会会有试吃区，那媒体朋友们在我们会后有机会可以来试吃。好，那我们除了有我们的抹茶 Q 星之外啊，还有我们老顾客最爱的这一款铁观音奶茶。哇，这款月饼，对对对，也是人气很高的。再来呢，还有包含看到我们的巧克力饼干，好，这是我们的尊爵巧克力饼干，这是黑色的哦。好，然后另外除了巧克力饼干之外，还有摩卡杏仁饼干，哇，咬一口，然后配了咖啡，真的就是非常的很幸福，一秒到英国的感觉，真的有。然后再来呢，你刚刚讲到英国，对不对？我们除了给大家英式浪漫，还有法式的浪漫。这一盒就是我们的法式雪茄蛋卷。对，它里面呢也有几条我们的法式雪茄蛋卷礼盒。那当然在这里面呢，当然我们刚刚吃了这么多的茶点会口渴，对不对？是，所以它就需要一款茶。我跟你说，我们真的礼盒很贴心，贴心。对，里面就有一款乌龙茶礼盒，就是这也是我们乌龙茶馆限定包装。那这个都会在我们的礼盒当中一次给大家，所以里面有月饼，有饼干，有这个茶。对，就是让大家所有的心愿一次满足。好，那所以荣幸，因为我都说这是我今年就是我可能踏入人生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本身自己也是喜欢烘焙粉丝嘛，所以我觉得很有荣幸，然后是不是买到可以吃到，就是哇，真的是大户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年也非常的有幸，像前面头像提到，今年有出了这个 AI 机，我自己是这样喜欢，我觉得它满足所有憨人他们对于梦想的一些想象。然后直接把他们实体化，让他们看得见，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抱持着自己也有这个梦想，跟着他们一样一起去前进。那我觉得内容物也是非常丰富，像刚刚讲的那个是双层的，它满足所有人，因为有些人可能吃了甜点想要喝茶，然后不在不仅是有茶点，还有点心，还有月饼，所以我觉得算是实体的。那我觉得大家收到也会觉得哇，一个礼盒，然后我购物了，还可以跟我做工作做爱心，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所以今年大家在选择中秋礼盒，我觉得可以不妨考虑一下其他的烘焙坊，会让你就是不仅只是送给别人一段爱心，自己本身也在做爱心。